好了哈，来，我们到插入的标签进来，插入。他说啊，请各位到插入这边找到图案哦，图案，图案哈，点下去哈，图案的最下面最下面，你就会看到一个叫新增绘图画布，有没有看到？新增啊，绘图的画布，点下去之后呢，你就会发现它多了一块这个东西出来了。汤姆，它等于是在我们这张白纸上面哈，然后呢贴了一块好类似于我们的画板，好，然后呢这个画布呢基本上新增进来了之后，它呢要请各位设定一下，哦，步骤二呢跟步骤三呢都是在设定它的这个哦属性。来，比如说请各位呢它进来哈，大小等一下呢我们会去设定它，先稍等一下。好，我们先来做步骤二，课本的七至三页的步骤二哈。来，他说呢请各位呢把它填一个颜色，好，我们到上面有个图案填满，图案填满点下去啊，它要求要深蓝绿辅色一，深蓝绿，哦，深蓝深绿，那应该是这个，是不是？不是，深蓝绿，深蓝绿是哪一个？再过来，这个啦，深蓝绿不是吗？就这个蓝嘛，哦，深蓝绿是不是深蓝？奇怪，写的不对，是不是打字打错了？好像是这一排，对不对？金能三喜哥第五排吗？金能三喜哥，对，第五排哈。哎、哦，字我就讲到字打错了，深蓝色哈、哦。然后呢，辅色一啊，看一下是找哪一个？这个较深25%，应该是这个没错。我想这是他字没有校对好，是不是？有没有看到这个？我停在这里等你，我的滑鼠现在已经停在这里了。有吗？是不是这个啊？因为呢，可是出来颜色有点不太一样哎。好，不要紧啦，不要紧啦。哦，既然找不到就算了，要不然的话应该是深蓝绿，我看是不是这个？青色也不是。哦，因为我看一看这个。蓝，深蓝，蓝色，我在想没关系啦，哦，就按照它的大概的位置就这个啦。好、哦，颜色虽然有点差啦，哦，对啊，奇怪，它的深蓝绿为什么我们这边找不到深蓝绿？有吗？你们有找到吗？你们有找到深蓝绿哦？诶，为什么没有？其他色彩哦，我看一下哦，其他填满色彩哦，深蓝绿，在这里面选吗？大概是哪一个？可是他点下去，他也不知道，他也没有讲什么名字啊。哦，其他。不要紧啦，就两支打油跟它颜色差不多就好了，没关系。我说我在想，应该是感觉很像这一块，一套颜色感觉很像这一块，哦。哎呀，如果是以课本的色彩来看，哈，还蛮像这一块的。哎，这一块，各位不妨可以选这一块看看。你从那个其他填满色彩进来哈，它在标准这个标准的标签进来，你会找到这一块。他没有跟我讲这是什么色了，但是我感觉出来的颜色跟这个课本的比较接近，哦，因为呢这边是蓝色嘛，
啊，这边是绿色嘛，两个混下去，哦，这个吗？哦，好好，不要紧，不要紧，差分分啊，子孙友好就好，哦，哎，不要紧，差分分啊就好，哦，子孙也真友好，哦，代代做官搁做官，哈，来，好，点到它可以了啊，按确定，好 ，OK。会做比较重要了，哦，颜色差小吧，不要紧了，哦，因为呢，每一台电脑的颜色都不一样，每一台电脑的萤幕出来的色也都不太一样，哦，所以呢，基本上我们就是两个代用。再来，我们的外框啊，要黑色的，哦，来，各位，我们图案外框哈，哦，去选个黑色的图案的外框，给它一个黑色文字一，哈，哦，OK。黑的外框，再来它要设大小哈，它要请各位设改一下大小。来，各位呢，我们就进到这边来，最右边呢有一个大小，有没有？可是呢，它长跟宽啊都要设定。这种状况之下呢，你在这边输入哈不行，因为它把比例都锁住了，所以它请各位到大小这边来啊，嘿，大小这边来哈。右下角这个按钮，点进来，他请你呢从右下角大小这个面板的右下角点进来之后呢，在功能表这边啊，先把锁定长宽比哈，哦，打勾先取消，打勾啊先取消，接着呢他问你哈，哦，他请你哈，哦，高啊，高度这里请各位设多少呢？ 24.5 高哦， 24.5 宽啊， 18.86 哦，宽啊，你那个公分哦，如果不小心删掉了，你不要打，你就打数字就好了，哦，它，啊，那令子就是公分。好了之后呢，哦，我们就按确定。好，这时候呢，我们的大小就设好了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它会有一部分跑到啊右边出去了，哦，那不要紧张，这是正常的，哦，所以呢，你到这边啊，继续的往后看，继续的往后看哈，哦。来，跟我们看，翻到课本的7-4页，他就跟你讲，因为呢跑出去了，所以呢他要请各位呢把边界啊设一下，把边界呢重新调整一下，他就回来，哦，所以呢这时候呢他请各位直接到版面配置这里来，哦，到版面配置这边来哈，它呢有指定一个，边界要给各位去设定，请各位呢进到边界这里来，有一个中等，各位看到了吗？中等，它要请各位选这个地方，这个边界叫中等的边界，按下去之后呢？哦，那这个时候呢，它就会把边界呢重新的设定一下，有没有看到？哦，啊，这时候呢，画布就进来了，可是呢，还是歪一边，对不对？哦，还是歪一边哈，哦。那他呢就跟你讲，哦，他说呢，这个地方啊，请你呢，哦，请你呢，那么把边界的左边呐，啊，跟右边呢，把它稍微的改一下，改成1公分，哦。把边界呢改为左右啊，都是1公分哦。我怕以前哦，看麻烦些吧。我们直接做一个比较快的方式，我教你来，各位，啊，改那个边界不用了。来，各位，你往上看，直接改这里就好了。来，请问同学，上面有没有看到个位置？位置看到吗？你直接点下去，你选正中央就好了。正中央它就跑进来了，没看到？
选这个九宫格，它有九个位置嘛，你选正中央这个可以吗？点下去之后哈，有没有看到它这时候的 Gully 牌啊，它就在整个版面的正中央的位置了，这样会了哈。到时候呢，我们的行程规划表就是完完全全的坐在这个画布里面哦，坐在这个画布里面哦。所以他第七章哦，一开始就希望各位呢先啊把这个画布呢先做起来，然后我们的行程规划表呢通通都在这个范围内来完成哦。好，我们今天进度呢先讲到这边哦，到这边我们先存档。来，各位随身碟拿起来存哦，有带随身碟的就存到随身碟哈，没有带随身碟的请你存到低槽好不好，存到低槽哈，有带随身碟的就请你存到随身碟，没有带随身碟的请你存到低槽。档名啊，行程规划表档名哦，你存到低槽也好，存到你的随身碟也好，档名一律我们把它打行程规划表。行程规划表，好，好，这样子的话呢，我们礼拜二呢，继续从这边把它完成，哈。好，那么我这一张要拍起来，老板不要忘记，这个各位知道了啊。把它拍一下，放着。好，帮我开灯一下。哦，刚刚那个叫的那个是在测试啦，测试知道吧？所以不要紧张。哦。他说只是测试啦。哎。有啊有啊有啊，蔡英文不小心跌倒了，所以哦，模拟蔡英文不小心跌倒，所以产生。现在有地震，它会警示你嘛？它叫你赶快跑去躲起来。啊，哎，这个如果你没有想，代表你被边缘化了，代表你被边缘化，知道吗？大家都躲起来，结果你还傻傻的没有收到通知啊，知道吧？地震完再叫有用吗？地震完再叫，那你就是已经被边缘化了。好，剩下大概20分钟，请各位把今天所学的把它消化一下好吗？不要忘了哦，下礼拜哦，对，下礼拜要继续哈。把它拍起来一下啊。